行，边动边说，别动我的女人，别动我女人。剧还没上桌，我都已经心动了。林一和周爷遮掩直放在一起，妥妥的晋江这套男女主，好吗？白壁东信使，一个脑子里只有戏，一个躲在后边偷偷害羞。上一秒林一还占上风了，下一秒就被野子反攻了。咱就是说，林一你喜欢的都要藏不住了。这是什么强之爱呀、啊、林一把就把周衍抱进了怀里呀、啊、他的下巴刚好抵住周衍的头，俩人的体型差异好好磕。你怎么这么烫？那怎么样才能抱呢？我膝盖掰起还没亲上呢，林一的耳朵就已经通红了。你小子是真的心动了吧？吓到，然后到不开心，然后那个闭上眼睛要享受。现在呢？现在呢？不行，我闭眼吗？对呀、啊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又没办法。二只大眼喝醉酒也好可爱，一个是喝多了恋爱脑，一个是喝多了老婆奴。不得不说你俩绝配，直接锁死了好吧。等你的姐妹是恋时剧还没播呢，他俩吵架的路头就已经爆掉了。周也被林一抓住手腕，一把强行塞进车里啊。椅子脸上那个倔强的表情，隔着玻璃美得不要再招呼。谁懂这就是冷脸千金和他的忠犬保镖吧。这拉扯感，这体型差，我狠狠磕一口。感觉林一搭档的女主角色好像都是这种脾气劲劲的。张小刚，去哪儿？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跳下去！不要命了？跳下去一了百了！你疯了？不是嘲笑我怕死吗？我可是，我今天要跟他同归于尽！张小刚，我求你了，你先过来行不行？活该！张小刚。这次两个音痴算是蹦一起了，正好留直接露馅。周爷嘴还没张，歌就出来了。你自己腿长没事，周也差点跌了。周也加林一唱歌，可以唱出深入十八弯的感觉。我不许还没有人听过他俩的歌声。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浪漫每天分散云够迟钝，不够精神花做俩人长得好看就算了，唱歌也这么算了，这种跑调是不是可以不买版权呀？虽然林一哥唱的不咋地，但他舞跳的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林一和黄明昊一起跳的舞，这可是打响了内娱第一炮。
原来在内娱也可以得红眼病。另一位粉丝在北京准备了见面会，门票免费就算了，还会送小卡周边一大堆东西，为了粉丝的安全着想，还准备了车接车送服务，亲自准备舞蹈，不仅有男团舞。而且还有宅舞，主打的一个应有尽有。记住了很多粉丝的 ID， 会给粉丝握手、拥抱，甚至还给粉丝牵头纱、戴戒指。最感动的是，见面会结束发微博说：“谢谢你们陪我玩，救命，这是内娱男菩萨吧？这不就是大热男团门面吗？这宽肩窄腰大长腿的，也太让人心动了。知道林一腿长，没想到这么长。量过，但其实大家量的方式不太一样，所以是零数据可能也不太一样。高的话应该是167、166、167大概，对。”你一腿赶上了女生的一身高，没有，一个167的女生，天哪，太夸张了！我说错，一六，还好，有啥说一个七？刚才说的腿长1.6米，我只是慌，但是没有质疑，毕竟他的腿是这样的。林一这个赛季简直强到可怕，感觉跟每个女主都好大，和虞书欣的国王在冬眠，有种 CP 复活的感觉。至尊妮妮和蜡笔小新终于要在一起好好谈恋爱了。我发现很像一个人。谁啊？妮妮。发上妮妮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滤镜了？现在这个人是不是误解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从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。真的是妮妮吗？就是妮妮，蜡笔小新的妮妮。那可以。蜡笔小新的妮妮，我以为是刘漂亮的妮妮，什么蜡笔小新的妮妮？挺漂亮的妮妮。两年前的糖，这一下形成了闭环，宿命感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他叫的妮妮，他叫的小骗子，虞书欣这种呼呼的小嗓音，难怪林一迷糊呢。书欣都快撅过去了，没劲了是吧？是的，喝咖啡，哈哈冷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去补个妆了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那个 TD 姐姐，我卡粉了。到底的。我不相信，我看一眼。没卡呀。小骗子。小骗子。没卡粉。怎么样？我也不想磕，可这都几年过去了，他还叫了妮妮。刘浩存的表情简直得演我。有。